对呀、啊，他们要是没带钱、啊，喝一杯水，你给他喝吧。不要钱。哦，不要钱。哎，这里边是什么？这里是茶叶。茶叶啊、哎，我看看。哎呦，是这么好喝。哦，茶叶。哎，你那个什么，你2块钱买水也给你泡茶叶啊？泡茶叶不泡茶叶一下。哦，你这个是不仅是这个白开水，哎，就是茶水。哎，对对。那2块钱很便宜了。哈哈哈哈，大家好哈，今天我们来到了蒙阴坦布镇大集赶大集来寻找美食。无意间呢，在这个树林子里碰到了一个卖茶水的老大爷。听说这个老大爷啊，从2毛钱一碗就开始卖，到现在啊，他是卖2块钱。2块钱呢，你可以喝一天，随便喝，想喝多少喝多少。路人路过的话，没有钱也是免费给你喝，非常善良、非常暖心的一个老大爷哈。今天我们就去看一下蒙阴县坦布大集，这小环境也太漂亮了。前面这一个是一个烧水的摊子，看样式，一个大爷。大爷，这是烧水。嗯，烧水卖。哎，烧水卖。哦，咱这个水怎么卖的？这谁喝也行，随便喝。哎，多少钱？哎，一天2块钱，就是喝一天，哎，收2块钱。哎，对了，他们要是喝这个3暖壶、5暖壶的，也是收2块钱。哎，就是2块钱随便喝。哎，对对了，你一天的话，咱能卖个几百块钱吧？还能？50块钱，50块钱。50块钱，哎，这么少？哎，行。哎呦，太少了！你这5天干几个鸡的呀？5天干一个，干一个。刚干3波，我干6个。一个月干6个鸡。哎。哦，用这种炉子烧的。哎，行。哦，这是这个炉子。哎，行吧。用这一个炉子，看到吗？在大集上卖水的一个大爷。哎。咱这里边放的是炭。炭。烧的炭啊。哎，对。现在炭多少钱一斤了？炭6毛钱，7毛来的。7毛钱一斤。哎。你那不赔本啊？办卖，你不怎么着？卖贵了没人喝。哎，对了，今年有多大年纪了？67了。67了。你在这个大集上卖水卖多长时间了？50年了。50年，我的个老天！你这也是一个老摊子了。哎，老摊子。一直在这个丹布大集上卖。哎，对对了。哦，这个筐子是干嘛的呀？筐子盛那个壶的，好吧？盛壶的。哎。里边是壶啊。哎。我看一下哈，看吧，哦，这个矿子吃了10来年了。哎呦，这里边都是壶，哎，都拿着这个壶喝水去啊。哎，对对。哎呦，这里边都是壶，哎呦，这个壶，哇塞，哇塞，哎，你别讲，这个壶还是挺有感觉的。哦，用壶接水，泡个茶叶哈，泡个茶叶用壶接水啊，有感觉，这个东西有感觉。也是2块钱，哎，啊，2块钱，嗯。这个也是泡的茶子是吧？哎，茶。哦，泡的茶，还没弄嘞，这个茶。哎，嗯，啊，漂亮。这一些子这个水大概得多长时间能烧开？一个半小时的。个半小时烧这一桶。哎，这么长时间？这什么天热的了？这冷天得2小时。冷天得2小时。哎。哦。这2块再暖和点了，得一个多小时的，个半小时。咱这个水你是从哪里弄的？俺家里拉来的。从家里拉来的。哎，多少钱一斤那种茶叶？这不茶叶得7-8块，7-8块钱一斤。哎，对。哦，也行啊，也行啊。你反正咱这茶叶不涨要强多了。对对对对。大爷很好哈，非常乐观的一个大爷哈。你早晨几点来的？5点半家来的。5点半过来的。哎，对了。到中午几点就做？1点就做。哦，1点就做。哎。这个里边是加水的吧？哎，加水的。哦，这个里边是加水的，给大家看一下哈。哎，这里边是加水的。哎，这个里边加水。哎，这个地方放水。哎，对对，放水的。这个地方加炭啊，是要烧炭。对，哎，这个地方呢也是放水的。也放水的。两个地方放水。嗯，大娘又来接水了。接着水喝。哎呦，喝什么？大娘，你是来干什么的？我在那卖的菜的，都是。啊，卖菜的呀。哦。我没钱给他。你没钱给他。你这个是不花钱接水？哎，哎呦，那他整不了我的，免费给喝哈。大爷，你想着再干多少年？这就没人干了的。我都干个3-5年行。哦，大树里边的一个茶水摊。哦，这个大爷在这吃饭。嗯，
吃的什么的呀？油饼。油饼。哦，油饼。你这是早点。嗯。吃两个油饼就是一顿早点了。多大年纪了的呀？七十一了。嗯。哎呦，我的天，年龄够大的了哈！你是来机场赶集的？哦。大爷，你之前呢最早的时候卖多少钱？刚开始就是那个两毛钱一个货，在南海有的哈。两毛钱？哎，一天。两毛钱喝一天？哎。哎呦，这个五十年了，你算是不是？哦，五十年了，肯定的。啊。这两块，这两毛变两块，也不多。哎，不多。嗯，不多不多。嗯嗯。五十年的风风雨雨。哎，没了。不容易吧，大爷？不容易，可不容易。嗯，可不容易哈。刮风下雨的是吧？哎，都得干。哎，大爷湖来泡的茶叶子是？哎，泡茶。哇塞，啊，泡的茶叶，哇，漂亮！这个小湖也是比较漂亮的哈。这湖得20年了。二十年了，看到了吗？这个小湖，二十年了，大爷说的。这种湖，二十年的湖泡水，什么感觉啊？哎呦，大爷给我拿个茶碗哈，大爷给我拿了一个茶碗，我尝一下他这个茶水哈。哇，这小环境啊，在一个石板上倒口水喝。嗯，倒口水喝。这个成色还是不错哈。这个茶的这个成色还是不错的哈，看上去挺透的，颜色挺透。咱下面就来尝一口大爷的这个茶水哈，讨口水喝。咱尝一下，啊，不错的呀，你这个茶很好，很好啊。这是二十多年的湖泡出来的这个茶水哈，啊，真好喝哈。比300-500斤的那个茶叶泡出来的水都好喝。大爷，您这边的这个水，跟您的这个水有关系。您这边的这个水好喝。是吧？这个水好喝，他这个水好喝，他叫大爷。哎，他这个水是特别好喝。嗯，在这一个树林子里哈，来上一杯茶水，这种感觉。是非常非常的惬意哈，啊，真好，在这个外地哈拍视频，能喝上一杯老乡们给你泡的这个茶水，咱说实话是非常非常的温暖的，哇，甘甜啊！